哎，今天吃个人类快乐的螺蛳粉，它的腐乳像薯片一样大，特别好吃，它的汤特别浓啊。特别好吃，一定要尝一尝。哇，炸薯片。冻菜。泡椒，煮一些小件的冰。特别好吃。花生米特别香，还有这酸笋，你别看大啊，这酸笋特别嫩。老好喝了，而且里边还有萝卜干，看吧，萝卜干，特别好喝。一定要尝一尝，别嫌贵，贵有贵的道理，它是真好吃。